太菜了吧，一开局就这个样子。你怎么不是骂我？我在骂你吗？对啊对啊。友军交情打手又狂喷垃圾话，西蒙要被骂到傻眼。我打射手。我的庄周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排位哦，港真的哦。好怕哦。很久没有打过这种局了，老公。你会不会骂我？看你表现吧。西蒙要跟老公和友军一起打手游啊，根本是个坑啊！在你的老公手游开起来几乎都会变身。你知道那个按键的那个位置？你可以回到正常的。算了算了。不行，你现在快来弄。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弄。不是，设置很快。可以，我可以。不是，可以让我感受一下，不可能，宝贝。我是个辅助，我可以的，老公。宝贝，你要在他前面。喂，走。不行。赶快，宝贝。哎呦，完了。啊！我还要救你，到底我是辅助还是你是辅助啊，宝贝？上路要被打穿了。你过来了。哎呀，救命啊！那现在程咬金是你老公还是我是你老公啊？完了，我们俩都要死。You have been slain. KO. 你在哪里？我清线，我跟你说的，我在清线。你去哪里清线？中路。你去中路清线干嘛？我求求你了，这一局如果你不再跟我。你这样再放荡的话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赢的。可以哦，暂时来讲。哇！啊，谁呀？哎呀，于老师你好，我们在打游戏。KO！ 明可以赢到。你那一招打不中，我们没有可能杀到人的。行。宝贝，你的控能不能打中人呢？太菜了吧！一开局就这个样子，不要去打呀！我逃了，为什么还要？你打算什么了？你怎么不是骂我？我在骂你吗？对啊。宝贝，I'm not, 我不是在骂你啊。怎么办？我真的很菜。你吗？没有啊。这是我的问题。不是，是我的问题，我不适合跟你一起打下来。你没有啦，宝贝，刚刚也是因为排辅助了。哦，喂，干嘛？我看看你打得好吗？啊，满意。干嘛呀？那我给你拿个糖吃好不好？哦，好吧。宝贝，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？也还好吧，不是特别生气，只是一般的生气。可是我把龙王抢过来了，你就不要生气了。好的。